请唱出带有乐字的歌曲。乐，安乐传的乐。乐乐乐，安乐传的乐。乐，快乐。祝你快乐，分手快乐。啊，祝你快乐，我给你唱那个吧。行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祝你快乐，分手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他唱反了是不是？你要唱反了，好像应该一来就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。应该一个祝你，一个是祝你平安。管他的，唱了再说。好，到迪哥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好，老秦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甜美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好嘞。我们唱生日快乐啊！好，来，你快乐吗？嘿，我很快乐。好，两句。好，来。那前面，前面，加油，加油！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他赢了，不得了了。没事儿。来，请听关键字，热巴的巴。啊。从下南开始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爱的巴士总是走了又停，微笑望着广场向人群。爱的巴士，漂亮，爱的巴士有这个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，雨宁。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是。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是。热巴的巴。啊，这个不行啊，那个八是口字旁的八，不对。哎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。OK OK， 好，一个，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我头上有犄角，我身后有尾巴。好 ，OK， 三个了，三个了。巴比龙那个王嘉尔那个吗？哎呀妈呀，来，我会唱这首歌，我会唱这首歌。I feel like a Babylon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了，预备，开始，很精彩，很精彩，朋友们，来。I feel like a Babylon. 漂亮。OK。哎，可以了，四个了，巴比龙。好，热巴。Can we say 能随便能讲的热巴？天幕谁能随便能讲的喇叭？八。维语歌，维语歌，维语歌。阿里阿里巴巴。可以。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没了。海的巴士来了又停了。海的巴士走了。海的巴士来了又停。爱的巴士。爱的巴士总是来了又停。错了，唱错了，唱错了，不是吗？不是这，是这样啊。词儿错了，他说词儿不对。好，来到迪哥。爱的巴士总。迪哥准备。完了。好，来到迪哥，迪哥准备，迪哥来，迪哥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我头上有犄角，我身后有尾巴。漂亮漂亮漂亮，老秦，他刚告诉我什么来着？I feel like a Babylon。你前面必须要唱这个，要笑着唱，要笑着唱，笑着怎么唱？快快，笑一杯敬，like a Babylon。好，到雨宁来。一只没，不是那个。一只没有眼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。好，
唱过特别多的歌。哎，好，到弟弟先来，弟弟先来，随便唱那么多。我头上有犄角，我生活有尾巴。尾巴 ，OK， 好，雪琪。阿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好，可以，来热巴。好。好。来。I feeling like a Babylon。I feeling like a Babylon。一时之间，在老秦版本的巴比龙和俊俊版本的巴比龙当中，很难取胜哪个更爱。哎哎哎哎 ，I feeling like a 巴比龙。哎 like a 巴比龙。一个投入感情，一个像朗诵。好，接下来是听到什么就跳什么舞蹈环节。我们现场呢会给出一段随机的音乐，嘉宾需要根据音乐来跳出该舞蹈的标志性动作，必须要露出甜甜的表情。表情管理，就按这个标准。这一轮现在到迪哥先来了，好不好？准备啊，来，请放第一首歌曲。怎么从这儿开始？啥呀？等一下，不可。Ready, go！ 哎呀！不是这样！哇！好，我天！是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我们来听听看原唱的判断。不是这样，差不多，节奏完全没跟上。哦，对，而且我们这个动作要慢慢。好，来，我们音乐老师再放一遍。来，是老师示范，来。原跳。一样吧。挺像，挺好的。我说句公道话，弟弟跳的确实是好，但我觉得迪哥应该没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都按弟弟这个标准的话，这个游戏应该没有人能够拿分，玩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下面到老秦了，哈哈，加油啊！我想走。第二首歌曲，请放，给他一个容易的来。这什么？开花好像是。他跳过这个。我这够了，这两个八分。表情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环节其实考验的不是舞蹈，是迪哥刚才那样的自信。自信，好好，听到什么跳什么，好不好？